6月29日，晚会中杨洋以民国造型上台表演，这个造型瞬间就引起了大众的关注。杨洋穿上这身长衫之后，真的很有民国公子那味了，而且他的体态真的很好，站在那里就能一眼吸引住大众的眼球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杨洋此次是纯素颜上台的，在没有任何美颜滤镜的情况下，能看见杨洋的皮肤状态十分的优越，脸上没有一丁点瑕疵，就连黑眼圈和法令纹几乎都看不出来。这张截图中，杨洋对着镜头微笑，眼睛弯成了月牙形，这大卧蚕真的是太可爱了，显得眼睛十分有神。没有任何妆容修饰的情况下，杨洋的五官依旧是非常精致立体，从正面看鼻梁也十分高挺，高挺到都有种自带阴影的感觉了。而且杨洋的美貌也很浓密，素颜出镜也是帅出了新高度，网友们纷纷表示好嫩，这也太年轻了吧，特别像年轻时候的剧照。杨洋浑身充满了正派人物的气息，帅的就像是画中的人物。看了这些剧照之后，真是更加期待杨洋今后能够参演一些民国谍战剧了。